是四季天不爱光流，所有喜欢不必再多愁，为你而来才寻到方向，非你不可。宋思博，你害死姐姐和祖母，现在我改头换面回来，就是要从你手上拿回属于我们闵家的一切。静叔，该出发了。宋头家的江米会独占安保、建材、文物保护、房产、搏击俱乐部多个龙头产业。短短三年，江米会越过晋升会馆，成为江城第二大商会了。要是能从他手上分一杯羹，以后就不愁了。谢谢宋思普，好久不见。各位，里面入席吧。啊，好的。头家，有人回金会馆了，冲着您去的，您放心。这波人是晋陵江派来的，应该是想破坏这次堂会。仔细看看，这个女人是不是跟你们一伙的？宋头家，我们真不认识这个人啊。头家，刚刚让那女人趁乱走了，我这就把她抓回来。她没得手，不会空手而归的。既然抓不住她，那就留空子让她自己进来。那你是低估他了。宋头家是在说我吗？这么晚了，你想带我去哪儿？孤男寡女，夜色正好，宋头家醉意正浓，还能去哪儿？近几率三番五次的接近，你有什么目的啊？原来宋头家在车上是装醉。别跟我耍花样。你知道我在耍花样，不也跟过来了吗？现在是想反悔吗？挺精致的一张脸，就是过于危险。宋头家不就是喜欢玩刺激吗？就怕你玩不起。海主，刚刚敢动手杀我，现在又敢一个人带我来这儿，这会儿壮气受挫了。怎么会？我只是知道寻常手段对你来说
没意思。只有像刚刚那样才能引起你的注意吧。既然宋图家不感兴趣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是谁派你来的？纪连江吗？是谁派来的重用吗？那你又来干什么？留在你身边。你真的会想吗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可以证明给你。现在信了吗？疯子！你笑什么？只是没想到纪连江能让你为他这么拼命。如果我说我来是为了帮你让纪连江出局呢？看来宋头家还是不信我，那明天就等着看好了，我有办法帮你拿到汪唐。你叫什么？季蝉。Right now.